今日慶祝啊，就俾我哋放肆一下啦，好冇？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欢迎收睇《史莱姆三团》。话说今日一个好重要嘅时刻，有几重要？大家睇下呢一度画面。我哋《史莱姆三团》呢个 channel 就快300,000订阅啦！耶！今晚要吃好嘢庆祝一下，大吉大利！今晚食鸡啊，唔系嗰个食鸡，系食鸡，真系鸡，佢系咧啲童子鸡，咁童子鸡好贵，春鸡，咁就系成只嘅春鸡，跟住成只炸，跟住成只送过嚟。咁而家咧就打算咧，今晚食鸡之余咧，仲要食埋鱼，啊，又鸡又鱼，大鱼大肉。今晚系我而家拣鸡先，佢有好多味喎，金梅。麻辣、黑胡椒、咖喱、蒜香、椒鹽，好多很多啊，唔係，我覺得配炸雞嘅話，應該係咖喱比較搭配啲嘅，咁就咖喱味啦。佢啲名真係好搞笑，咩叫你個童子雞？係啊，你咁樣笑，係佢嘅問題啊，唔係我嘅問題喎。咁另外嗌咗條魚嘅，冇錯係魚，係成條嘅烤魚，一陣嚟到你就知係點樣樣啦。哦，鱼嚟啦，鱼嚟啦！好，没有你的份啦。哦，从来没我份，牺牲当作例行，我惯了伤心。哦，哇，鱼喺边度？哇，揾到啦，揾到啦，鱼出现啦，见到都想食，系咪咧？哇！个鱼啊，试下呢个鱼先。嗯，个鱼皮真系冇得顶，冇得顶。三十万！哎哎哎，好突然啊！哎，耶！耶！好开心啊！记得我上次200,000订阅嘅时候系旧年嘅12月啊，系咪啊？我用咗5个月嘅时间由200,000订去到300,000订阅，咁今年应该如无意外咧，再努力啲，应该就可以攞到400,000订阅啦！耶！话说咧，200,000订阅嘅时候咧，我自己买一份礼物俾自己嘅，咁 which is 我而家仲未开箱。过咗5个月啦，我成日将礼物咧买完翻嚟咧就。为了拍片，有时懒得去拍就会摆在那里，咁希望大家集气啦，鼓励我去开箱我嘅200,000订阅嘅礼物。好啦，300,000订阅，四嫂系时候买份礼物送俾我啦。300,000订阅就系最好嘅礼物啦，好开心啊！睇下妹妹，俾你睇下妹妹嘅样，妹妹咁开心做咩？你一齐庆祝系咪？妹妹，想去大吉大利，今晚食鸡咁，但系食鸡仲未到啊！好，繼續吃翻個魚先啊！嗰時烤魚咧個皮真係不得了，因為佢個皮咧係大啲咧，脆脆地嗰種烤過咧。試埋配菜先，肥牛，都肥牛啊！蝦餃，就蝦餃，係冇乜特別嘅呢配菜，都係條魚最好食。謝謝。哇！雞嚟啦，雞嚟啦，大吉大利！今晚條雞好啦。是时候看我们的鸡鸡，看我们的鸡鸡。哦，好靓喎，只鸡同我想象中争好远，佢好靓喎。哇，我真系未见过系成只鸡拎去炸，你见过未？有啊！哇，我可以自己咬一口吗？大吉大利，今晚就要啊食鸡。嗯，好唔好啊？唔乾噶，好 juicy 噶喂！喂，呢、這個炸雞真係好高質喎，得喎！哇，你睇下，質得啲，哇，幾 juicy， 嗯，真係童子雞嚟噶，勁嫩滑喎！呢、這個雞真係好好食，係咪？跟住個皮脆噶啦，佢皮嫩噶啦，哇！我已經好耐冇食過咁好食嘅炸雞，係咪啊，哈利？多少錢？23.8。平到咁啊，23.8，咁大只鸡都算啊，你仲要咁好味，点算啊？啊，好爽啊，好爽啊！好啊，试下其他嘢啊，呢个系鸡柳，嗯，鸡柳就普通啦，呢个系金梅薯条，有点软，嗯，但系不错，好吃，鸡软骨，哦，佢个蒜香几好味喎。
Jang， 呢一餐我觉得是一个满足的去到庆祝的嗰个嘅 level 嘅一个晚餐，正。嗰啲好可爱，他真的很可爱。你个可丽好惨啊，可丽冇得食啊，我。可怜嘅小眼睛，从来没我份，牺牲当做例行，我惯了伤心。好，呢个鸡胸啊，听闻话鸡胸都好嫩滑。呢个春鸡真系唔错，真系食咗翻个转头。今日庆祝啊，就俾我哋放肆一下啦，好冇？一下。哇！如果香港有的话，你哋一定会上嗌。小人女已经食过第四次、第三次。系啊，差唔多啦。今晚我哋食得咁好，当然开力都要食好啲啦。呢个系鸡软骨啊。哈哈哈！偷睇食鸡好唔好啊？说得很天真呢。一齊慶祝300,000訂閱好唔好啊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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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香喎，妹妹，準備好未？食！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大吉大利，荷力今晚食雞。哇，开心喎！不经不觉咧，2018年已经过咗5个月时间啦，咁总算咧完成咗一半嘅目标，300,000订阅。咁我哋目标今年咧就开到400,000订阅嘅。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，其实自己今年咧就好多新嘅方向要试嘅，有啲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咧，将会话俾大家知。不过而家咧就稍为保密先。总之今年嘅下半年将会更加精彩，呢、這个 channel 将会更加有趣，我非常期待。中意片嘅朋友记得俾个 like 我啦，有咩想同我？下面留言最重要订阅我，我是小黎武，揿个钟仔，下次再睇，听到短片同样时间再见，拜拜。